Hello， 大家好，我是初听的朋友初根。在新的一年，我将会为大家报道加速每日的行踪，请大家多多指教。身为一个肥宅，在2021的最后一年，加速都是决定不出街，留在公司叫外卖看电影。整个过程没什么特别，除了加速报串。举报举报，卡夫 Hugo 吃了你的。你四大嗰啲船，我哋留俾卡夫噶。咩料啊你？系啊，你要解释啊。仲有最后，大家忍唔住出再倒数，加聪都坚持留喺公司直播，同大家尴尬咁倒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 好惨啊！呢件事好尴尬，好惨。同埋发现啱啱直播倒数好尴尬之后，决定造假拍翻个兴奋啲嘅倒数。唔抵啦，人多气势啊！我哋三二一 Happy New Year！ OK，3, 2, 1 Happy！ 你睇，啲人就系咁假噶啦，新闻地冇讲错嘅。三二一。Happy New Year！ 不過最後都是這麼尷尬，就是這樣就開始了去2022新的一天了。I've been on the road, I've been doing shows. Now we eating steak, remember sleeping on the floor. We're still in at the gas station when the time's cold. 嘉言今日終於同上次嘅衣著係差好遠。因為我上次太靚妹啦，我覺得我完全 feel 到佢唔想同我出街咯。我冇。得啦。但其實上次係好啲嘅，即係我會發揮得好啲，因為今日我會緊張。反而我係唔敢亂望。緊咩張啊？我今日乜都冇喎。我係唔敢亂望啊！你呢個係平時嘅大20%咯。我怕會有生命危險，可能我做一條遺作。不用擔心，現在是個男人來的。Oh my god！ 不要擔心，我會溝你，你怕，耳仔被人搶走。對，你怕我是情敵，變成情敵。沒錯，我這塊真的很喜歡看女朋友的情敵。為什麼？因為很順眼，越看越順眼。我也覺得，我經常看。你看看。正当大家都好辛苦度紧稿嘅时候，同样都系小林子嘅阿成开咗直播，新一年同大家倾倾偈。一月二号又要开工啦！你对于一月一号星期六同埋一月二号星期日都要翻工，你有咩感受？我丢老母！妈咪，快啲走啊！危险啊！系时候公开男仔头真样啦！究竟我的眼光系点咧？有位男仔惊，点样卡住咗噶？其实我就男仔头啦，听到啦。我其實都話我份人好男仔頭，我都係喎。你都男仔頭，我想講。我想問服裝係咪你嗱你準備嘅？唔係，係邊個？美術。邊個主意咧？美術。但好似阿 Cap 有 OK 過嘅。我冇 OK 㗎，我冇 OK， 但我想講件衫唔好咯，不如我俾你睇下你本身件衫係點樣。本身係咁樣㗎，其實已經靚咗啦。你死靚咗啊！你有乜分別啊？請問你想要呢一個定呢一個啊？我想問呢個問題。真係如雨紅掌咯，我覺得係。但係佢唔可以太型，佢變個家型啦。佢係到。1月3号，今日繼續拍嘢。
OK， 就是咁啊。咁啊，呢啲片段咧就係我呢三日嘅行程。波拉哥遊戲王啦，咁我就唔展開到啦，因為嚟緊啦，我做咗另外一條 vlog 啦，就是、專門記錄低誒嗰日同阿熊仔頭佢哋拍遊戲王啦，同埋再前一日同佢哋錄音嘅一啲都幾搞笑嘅畫面啦。咁熊仔頭嗰邊都會有片嘅，咁同埋微辣咧都會有一條遊戲王啦，咁樣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啦，咁同埋講起佢哋啦，咁今日咧就出咗啦，之前同阿嘉瑩去咗拍嗰個拍一日拖，咁喺佢哋嘅 YouTube 度，咁啊同我預計一樣啦，都係俾人屌到撲街，咁大家有興趣都係睇一睇，但我覺得幾好睇嘅，就係咁樣啦，好嘛，咁啊係啦，多謝曬大家，咁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睇下我呢個系列啦，咁都希望我堅持到啦，第時可能老咗睇翻呢個系列，見翻自己，哇，原來以前後生嘅時候，喂做啲嘢都～幾開心喎，幾正喎，咁樣就係咁，再見大家，拜拜。